你高雄在做啦，这哪里台北在做三个月走哦，脚穿瀑布在走，人台北人就给压起来啊啦，就用火焰给压起来啊。高雄人也无人捌你啊，你唔得爱做好伊好，吼、哦，做甲好高雄人甘心着。对阿妈来说，她不分蓝还是绿，单纯以市民身份认为韩国瑜没有珍惜大家给她做市长的机会，落跑选总统，现在选输回高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真的激动到站起来疾呼：“那是要改罢免，那是要改罢免吼！我虽然是一点啊中风。”哇哈嘛是别安尼一步一步来给你罢免起来。不止年轻人反弹，老人家也气气气。韩国瑜回锅，要面对的是不减反增的市民怒火。三选徐世廷、古富先、高雄报。